喝水吧，啊！啊，我来，我来。贾珍，别急，放心吧，富贵一定会回来的，他不会去赌的。娘，我不担心。都是我不好啊，不该让他去。娘，你看你胡思乱想的啊！你别着急，福贵现在没准就在回家的路上呢。哎，娘，回来了。嗯。哎，春生，你怎么来了？贾珍，出事了，福贵被抓定了。啊！抓定了。我背太太去看郎中。好，娘，先收拾。你去照顾孩子。啊，你可慢点。哎，放心吧。慢点。你不要命了你啊！快擦掉，快把东西掏出来！快！什么人？啊？哦，报告连长，副班长老全和新兵富贵正在擦尿。快擦！擦了赶紧回帐篷休息。听没有？是，是。活命就快进去，快进去啊！我接着站岗啊！快快！醒醒醒醒醒醒！你听，听见枪声了吗？哪儿打枪啊？什么事吗？枪毙逃兵了。枪毙逃兵？兄弟，你的心情我知道啊，可谁也逃不掉。昨天晚上那枪声听见了吧？那就是枪毙逃兵的。你要是离开这个帐篷，那你就是逃兵了。我娘生着病呢，我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在家里，小的那个还不到一岁呢。我和你一样。抗战的时候被抓丁，抗战没和日本人打过一次仗，光和共产党的游击队干了好几年。
我逃了七次，都被其他部队给抓回来了。最后那次离家不到一百里地了，撞上这支炮连了。他妈的，老子逃腻了，不想再逃了。来，警了，来警了，快点，他又要枪毙逃兵了，走。小林，哼，一个人干活呢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！哎，我给你找俩帮手了。你看，福贵又不在家，往后有什么事你跟我打一招呼，啊，别累坏了身子。大斌，福贵有消息吗？哎，你呀，我告诉你，别这么死心眼了。福贵他回不来了。小斌，哎，到我家去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常言道，良田千顷不算少。老婆九个不算多呀，你到我家去，我一定好好对待你，好不好？小陈，你干什么？好啊，你个臭婆娘，滚开！我看你是林令达人，你他妈疯了！你说什么？你滚！好，你等着。大家伙都看一看，看一看你们周围有没有少人。报告连长，五人造一个，扣住一个妹子。还有没有？报告连长，我这少了两个。那就扣住两个妹子。昨天晚上，全团一共枪毙了13个逃兵，现在尸体还没有埋，都摆在村头。你们谁要是感兴趣，可以去看一看。他妈的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大战在即，谁要是敢扰乱军心，严惩不贷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谁要是当逃兵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大点声！听清楚了。你当老百姓的时候可以逃。你现在要是敢逃，我就一枪崩了你！叶子，别哭了，有什么用啊？我怎么办呢？别哭了啊！你得吃点东西，要不是你没劲儿啊、嗯、来啊，我不行了。娘啊，你一定会好的啊，你放心，福贵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
这辈子苦了你了。自从来到徐家以后，没让你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对不住我孩子，对不住。娘，咱们现在已经好起来了，咱自己都能种地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富贵这孩子总算是活明白了，他疼你，他喜欢你。哎呀，偏偏又遇上这兵荒马乱的啊。家珍啊，家珍，娘，你放心，福贵一定会回来，他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。娘，我梦见爹了。娘，我梦见爹了。你梦见爹怎么了，乖乖？我梦见爹被他们打死了。家珍，别怕，上百夜的梦都是尿床梦，反的。娘，福贵走了有多长时间了？算上今天是6个月20天，半年多了。都半年多了，半年多了。睡吧，睡吧。嗯。需要加固啊！弟兄们，这里就是咱们新的炮阵地了，人在阵地在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连长，这什么地方？你问我呀？我他妈问谁呀？快点看，快点看，快点看起来不？打的是他妈什么仗啊？这是。咱不会死吧？你别想到死啊，要想到活。哎，你想到那子弹会打中你啊，他就打中你了。可是我怎么老是想到死呢？想想老婆，想想孩子。我娘生着病呢，我就是惦记我娘。我爹就是让我气死的，我就怕我娘也会为我急死。趴下，都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不要命了。凤霞，你回去看看奶奶怎么样了。哎呀，凤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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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奶奶你怎么的了？你快起来呀！奶奶你怎么的？小青不哭啊。凤霞，奶奶怎么了？奶奶躺在地
走，快走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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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娘，来，娘，娘，凤霞，快去把那满堂叔叫来，哎，快点儿，娘，你扶正我，娘，娘，叫娘，娘就扶正我，娘，娘，娘。娘，娘，福贵儿，福贵儿，我想福贵儿，娘，啊，我发誓，发誓等不到，等不到的。娘，你别这么说，娘，你会好的啊，会好的，娘，娘。认识，春生。哎，真是你啊！兄弟，来接一下，我都没认出来啊！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嗨，嗨，一言难尽呐！我本来是给部队押送粮食的，粮食一到，他们就不让我走了。啊？他们怎么能这样呢？那有啥办法？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啊，哎，我娘跟家珍怎么样了？那天你被抓，我去你家报信儿，正赶上你娘生病，我背你娘到城里看一回郎中，本想再去看一回。押粮的事儿紧急，我就没去成。哦，我自从离了家，我这心里一刻也没安宁过呀，我。哎，你挺好的。哎呀，我就这样吧。哎，这是副班长老全。是个好人，哎，这是我岳父米行的伙计，叫春生，他也是被抓丁来的，哎，让他跟咱们在一块儿吧，有个照应。好吧，头脑要灵活点啊，这时候谁也顾不了谁，明白吗？哎哎哎，什么声音？飞机来了，走，快进城啊！啊，被包围了，被包围了！哎，要不怎么给咱们空投粮食啊？兵败如山倒啊！哎，他妈干什么呢？出去干嘛呀？这不自己家飞机吗？不认识啊？老全，过去，飞机空投粮食了，带几个人去扛去。走，快去！走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走！一个人啊，自己家公共事。快点，快点，娘！家娟，太太怎么了？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我娘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福贵，福贵到现在一点信儿也没有。娘，娘。怎么了，太太？你家珍，家珍，太太你怎么了你？家珍，老太太怕是不行了，准备好是吧？太太，娘，娘，娘，你可不能走啊！啊，富贵不在，你扔下我跟孩子怎么办呢？娘，娘。
家珍一个人挺难的，咱们大家想想办法，凑上几块薄板，钉口棺材，把老人送走。那我去准备了。行行行。娘，娘，太太，娘，太太，娘。哎，娘，娘，娘。娘，娘，家珍，家珍，娘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，家珍，娘，太太，我在这儿呢，娘，娘，家珍，家珍，福贵儿，福贵儿，要能回来。娘，太太，太太，娘，太太，太太，娘，太太。太太，饭是做不熟了，也没得烧了。志胜啊，找点柴去。棺材板子都让人给刨了，哪还有柴啊？棺材板儿，啊！你们去昨天打死的弟兄那儿，把他们鞋脱下来，当柴烧。要想活命，就得这么干。知道吗？我不去，我宁可饿死。哎，小鬼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还怕他们变成鬼跟你讨要鞋子呀？要讨他们，应该跟那些当官的讨个命。我不去，我害怕。老全说的对，咱可不能饿死呀。咱一块儿去啊！我娘还等着我回家呢。我不去，走走走，你们去吧，我害怕。哎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现在不能去。等天黑以后，别让他们看见，啊！哎哎，天黑一块儿去。老全，老全，你没死吧？你他妈找死啊你！嗯，老全，别顾着事儿，想他妈一枪子啊你！小点声，没事了吧，老全？啊，走，没事了，走走。去啊！你，船长，来。
扒我的鞋啊！先聊着。这打仗啊，就是这样，你不被别人打死，你就得打死别人，活人死人啊，没他妈什么区别。说不定啊，我这根烟抽完了，一颗子弹就飞过来，我就和昨天晚上那些死人一样了。说不定啊，今天晚上就有其他的弟兄扒我的鞋受犯了。老玄，你我这辈子呀，在七个部队当过兵，跟我当兵的人不知死多少了，数都数不过来，就他妈是我命大。起来，能打仗吗？这个啊，精神点，快起来，精神点，精神点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哪来的什么味儿啊？啊，打的啊！哎呀，这不还有大米饭吗？啊，拿什么烧了？这是，真他妈聪明，用军械烧饭啊！看着没有，给我动脑子啊！动脑子就有饭吃，是老全的主意。拿走，什么？拿走，接着烧，接着烧。哎，抢，让开，给我接着点啊！老全，轻点点，给我打起来能行吗？轻点点，走。不管我们了，不能饿死，我不能饿死，我得活着回去，我娘还等着我回家呢，我得活着回去。仁兄，你也不能死啊！你个年纪轻轻的，你死了太冤枉了啊！不能死。你不能死，你得跟我一块儿回去。没事，我怕我真是会饿。我不能死，俺他妈扔的是大米啊！俺大米有他妈屁用啊！
分自己的，拿到手上都不分自己的。快点，一会儿别人还捡了。我是回不去了。嗯，不行啊，必须回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就让你不管。快快吃快吃，快点，一会儿这饼子抢掉了。快。死啊！死！队长，吃完再哭，吃完再哭，吃完了再哭啊！快点！他说的明白。老全，有朝一日，我跟春生一定会过来给你上坟、烧香的。我们一定过来。他们我连长啊，站住他，到咱们的高台抓住他，抓住他，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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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人都有份的，没事。哦哦，我也有。别抢！不用抓，不用抓，馒头有的是。不用抓。我这馒头能带到家里去就好。我不知道家珍送粮食他们怎么样了。诺。大家听着，蒋家王朝很快就要灭亡了，你们不用再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了。我们解放大军很快就要南下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解放全中国的。是真的吗？现在解放区已经在斗地主分田地，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得到自己的土地，穷苦百姓的好日子就要到了。现在我宣布，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就原地不动，想回家种地的就站出来，来领回去的盘缠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我们解放军说话是算数的，请你们不要害怕。怎么，没有一个想回家的？长官，我想回家。哦，谁在说话？请站出来，到前面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吧。长官，叫首长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连长。不是连长，是团长。团长。啊，
别害怕，我们是解放军，不是国民党的军队，我们官兵平等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长官，不是那个连长，不对，团长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福贵。姓什么？姓徐。好，徐富贵同志，在场的有很多都是抓丁来的穷苦百姓，你们呐，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来当兵的，我们本来是阶级兄弟呀。来，这两块银元是你回家的盘缠。我不能要，我不能要，把我放了我就磕头了，真的真的我不能要。大家安静，只要愿意回家的，我们都给回去的路费。我要回家。一个一个的啊，一个。解放军真不错呀，我让你回家。福贵，哎，你回去跟我家老爷说，我留下来当兵了，等解放了全中国，我再过去看他。好，这解放军真是好啊！可是我不能留下来，我害怕我见不着我娘、家珍还有孩子们了，我就不报恩了。我听说解放军都土改分田分地了，咱们那用不了多久也会解放的。你回去告诉我家老爷，别为国民党干事了，他们很快就完蛋了。这次他们兵团的司令都被我们俘虏了。好，我一定告诉他。啊，给，路上带着吃。哎哎，好，那我走了。好好当兵，啊。哎。路上小心啊！你也小心点儿，保重啊！我和春生就这么分手了，我心里也念解放军的好。可我离家都快两年了，实在是太想家了。一路上我没日没夜的往回赶，饿了就用解放军团长给的盘缠买个烧饼吃，困了就找个草窝子睡一觉。一想到今生今世还能活着看到娘、家珍和孩子们，我高兴得只想哭。就这样往南整整走了两个多月，终于看到了我家的破草屋。凤霞，凤霞，凤霞，我是爹呀！你不认识爹了？我是爹呀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，孩子？小青，叫爹，叫爹呀！走。
回家去。家珍，家珍，家珍，我回来了。家珍，家珍，家珍，家珍。